我们主要呢就是有个概念，知道他如何修。那么以后如果去禅修，可以体验得到的话，大概是知道他讲什么，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把它死背下来，因为即使当讲师都好，也不需要这样，因为他的观念有时候是都是说明了无色，所以是比较抽象的。好，来，同学，我先翻开你们的第二章《心所之概要》。好，那么呢，同学先看一看目次的部分。然后呢，找出呢你有兴趣的部分，或者你曾经熟悉的部分，还有你好奇的部分啊。嗯。哦。哦，他十四十其实是另外的了。好，另外的。啊，另外的。是在目次上做的不够理想啊，都是啊，你们就就做一个改变啊，是四不善心所呢，那个节是割掉它了，嗯，是四不善心所是特别一个章节来的啊，同学请把它割掉它了啊，是四不善心所这里，嗯，这好了，那同学可以举手了。OK， 好，好。嗯，好，同学可以看看白板啊。啊，我们呢在白板里面呢，就是有看到就是第二章《心所之概要》，我们已经完成第一章了。那么在这个心所之概要里面，首先有看到52个心所，那么在52个心所里边，对不对，还有小标题就是13通一切心所了。那在这个13通一切心所里面就有七变和六杂，七加六就是13，对不对。好，接下来还有一个 group 是14不善心所来的，那14不善心所里面下面有分一个 group 是25美心所，那25个呢就是这边加起来有25个，对不对，嗯，那没有问题哈。啊，接下来我们这边呢又有两个，又有另外的两个标题，一个是心所相应理，一个是心所设理，对不对。 好，那同学就是请你们呢哈，这个标题哈，这个大标题哈，52心所就是三通，14不善心所25美心，还有就是心所相应，还有心所相应理，心所设理，来请重复的读它五遍，然后贝多芬同学请把它背下来，完了的话就可以什么了。同学这个目次不复杂，就贝多芬请这个目次整个背下来了啊，然后其他的同学呢读它五遍六遍就可以了。好，可以开始了。
好了，那同学可以举手，慧婷一位好了，好，丽华两位好了，雪思三位好了，那我们过半，同学们可以继续啊 ，OK， 那老菩萨就多读几篇就无所谓啊。好了，我们开始进到去下面的领域，首先我们先去到序文的部分。请正威读一读，有请啊。一同念，所言一处皆相同，心相应法五十二。彼等称为心所法，结义之诸不说明心相应法啊，《毗达摩概要》的第二章专指讲解第二种究竟法及心所。诸心所是与心同时发生的明法，他们通过执行个别专有的作用来协助心全面地视之目标。心所不能不与心同时升起，心也不能脱离心所而单独升起。虽然这两者在作用上互相依赖，但心被视为是最主要的，因为诸心所必须依靠心才能协助心视之目标，所以心是事实的主要成分。心与心所之间的关系就有如国王与大臣，虽说国王上来了，但国王是不会单独来的，而时常都有随从陪伴。同样地，每当心所心升起时，他绝不会单独升起，而必定有心所陪伴。在心所之概要里，阿鲁罗陀尊者先把诸心所列入各自的种类，解二至九，过后他会再从两方面分析诸心所，其意名为相应理。这方法以心所作为出发点，在探索每一个心所能与那些心所相应。第二种方法名为摄理，此法以心作为出发点，在探索每一个心能以哪些心所搭配。好，感谢同学，请先画重点啊。啊，就是了。因为这个课已经大概是跑了四轮了嘛，所以之前这些都是之前的功夫来的。好，各位同学，我们开始进到去第二章，就是听到心所的部分啊。同学留意一下哈，这里的心所是出现是 jetasika 啊，那么呢，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啦啊 ，jetasika 啊，英文呢，它用的字叫做 mental factor 啊 ，mental factor。这是英语的用词啊。好，其实在经论呢，哈，对于这个心所呢，有用到一些蛮好的譬喻呢，来让我们理解的。我们现在给同学看一看啊。
好了，同学我们看一下哈，在我们眼前看到的呢是城，对不对？那你看呢，同学，这个城是我们整理也是叫做城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城呢，如果我们剥开外面的外皮，先看到是什么呢？白色的纤维哈，白色的纤维过后再进一层看到是什么呢？有看到肉，对不对？那肉里面又看到一些种子，对不对？OK， 好，所以我们称它为城，原因就是因为它由纤维、果肉、种子组成的。好，那请问一下哈，如果是说哈，我把那个果肉，还有把它的那个皮，把它的纤维通通分开到碗，这个城还可以存在得到吗？它不能够存在，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讲啊，我们讲城会存在，其实城本身的存在哈，它是因为哈种种的条件组成，就产生了这粒城。这个意思是这样哈。好，所以其实呢，我们的心所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当心所和很多心所组合起来的时候，它就构成心本身。这个心就类似是一粒城这样。那么呢，心所呢就是城所有的成分。所以当我们谈到心所的时候，同学你可以以这个观念来去理解心跟心所的关系，就好像理解城和城其他成分的关系这样。OK， 好，这个是它一个譬喻可以帮助大家理解的。可是经典了还有用到第二个譬喻，给同学看一下，就指的就是这个譬喻了。好了，我们看一下第二个例子哈，就是国王和大臣的例子，就像这个这样哈，这个是国王呢，旁边这些是大臣哈。基本上呢，只要国王出现的地方，我们说保镖，或者是现代就是如果奥巴马的话和他的保镖，这个是比较现代一点的哈。那我们就用奥巴马及保镖哈，保镖哈，镖啊，可以啊，镖 ，OK， 啊，这就是他的保镖。好，基本上啊，我爸爸去到哪里都有一班保镖跟着他的，全部戴黑眼镜，穿西装。很帅的啊，然后呢，也很最重要的条件做保镖是什么呢？打打啊，打打啊，还有，其实更重要就是啊，如果是总统有事，你可能要帮他挡枪的。所以你看啊，这就是国王跟大臣。那么就是说国王去到哪里，大臣跟到哪里。那么大臣呢，是一大班的人围绕这一个。国王让他组成一个这样子的团队，心跟心所呢，其实经典用的例子就是这个这样子的，国王和大臣的关系啊。那么关于那个城呢，和城的成分的关系，是一个日本教授他引用，我觉得蛮好，那么让大家好理解。所以呢，我们回到来课文就容易了，同学看一下这边教他讲就是它用心所相应哈，什么是相应？相应在英文呢，是指 associate， associate，
OK， 是 associate 的意思，相应是 associate 的意思。他讲了、哦、现在我们是来到谈到是第二种究竟法，那我们谈的是心所。他讲了、诸心所于心同时发生的明法，所以呢，你看呢、我妈妈到了哪里，那么他宝贝一定跟着的，同时的。那么那一层呢、和它的成分也是同时的，它不可以分开的，一定是同时的。他讲啊，他们通过自行个别专有的作用来协助心全面的实质目标。你看了、就像刚才那一层这样、层本身一定要所有的成分合在一起。其实啊，它的纤维有纤维的作用的，种子有种子的作用的，果肉有果肉的作用，皮有皮的作用。那问题就是呢，我们要称它为层的话，一定要全部合起来，它才可以构成整粒层。OK， 好，那现在我们回到来去真正的心所的一个状况是如何的呢？我们举个例子哈，就是心和心所是这样的。同学啊，意能转向心，这是一个心。那么呢，其实这个心本身哈、它是由心所组合成，就是这些作意、寻思、明明根旁边的这一些。那么这一些心所，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的课要上的哦，今天的课要上哦。那我们之前呢，上了89种心，所有的心都有心所。那么心跟心所的关系，刚刚举了例子，就像城和国王和保镖，所以呢，这个是国王，旁边就是保镖，这个是城，其他就是城的成分，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它必须要全部个别哈，执行它个别的作用，然后呢，来协助它这个心全面的实质目标啊。那保镖是。一个是很厉害是开枪，一个是很厉害是打枪，一个很厉害是观察，一个很厉害呢，可能就是就是沟通这样。所以呢，他必须一个团队合起来，才可以帮忙到奥巴马把事情办好，做好个总统的角色。那么一样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心所呢，个别是各自进行不一样的功效，但是过后合起来就可以协助。这个一门转向心扮演好他的角色，那就是全面的视觉目标。OK， 好，就是这么意思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他讲了哈，说啊，心所不疑心，心所不能不疑心同时升起，心也不能脱离心所单独升起啊。所以这边呢哈，没有其他的成分，不可能会有成的。那么对于一个像总统这样，他不能够没有保镖的，他单独啊，一个人啊，不能够来去去的。那么那粒尘本身没有别的尘，根本他都不是尘，所以他不能够单独。因此在作用上是互相依赖的啊，全部大家都是互相依赖的啊。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有讲到，就是啊，所以心是世子的主要的成分啊。这边也举例子，国王与大臣。好了，接着下来呢，这边就有提到，就是相应理跟色理啊。好，相应理这方法是以心所作为出发点，然后呢，色理呢就是以心作为出发点。好来，那这边举个例子，方便让同学理解。好来，同学，留意一下哈。OK， 好，好，我们有几个东西，一个呢是这个哈。OK， 第二个呢，你们喜欢喝什么饮料？除了宝碧以外，还有什么喜欢喝的？马来西亚人不是都很喜欢喝米露的吗？OK， 好，除了米露以外，还有什么例子啊？好嘞，好 ，OK， 好，这个是米露啊。哦哦，还有喜欢同学喝，同学喜欢喝，
是吗？OK， 好，All right， 好，那我们有一个麦咯，一个是咖啡。那我们现在再用多个例子。刚刚有人讲什么哈？对呀哈，对呀哈，对，对是，我们就用就 Chinese tea 啦，我们哈 ，Chinese tea 啊，三个例子哈。Chinese tea， OK， 好。好了，我们有三杯饮料。同学，首先是这样的哈，什么叫做相应理？好 ，OK， 好，好，请告诉我一下这杯咖啡哈，它的成分有什么呢？OK 不是不是，跟杯子无关，只是咖啡罢了。那就咖啡就是咖啡粉啊，通常有粉嘛哈，还有糖，还有奶。你看呢、这个应该是没有牛奶的啊，它就只有这个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放糖哦，对，大概是这样，还有水呢啊，热水 ，OK 哈、好，那如果是我们又加多一个所谓的果皮西的话，就是加了淡奶就变果皮西 ，OK， 又多一个成分在。好，麦乐有什么成分？麦乐主要是麦乐粉，还有就可能加一些糖啊，对啊，有些可以加牛奶，甚至我也可以加可可粉。然后呢，就是这个有冰嘛，哦，还有加热水 ，OK， 好，这个 Chinese tea 就是只有茶，还有就是热水 ，OK， 好，同学看了哈，首先是我先站在就是糖的立场，是那个是有糖的，它果皮有糖，还有就是麦乐有糖，可是茶就没有糖，对不对 ？OK， 所以我是先用糖作为一个点来去分析 ，OK， 好，好，第二就是牛奶。好，什么有牛奶的？买了有牛奶，然后我们刚才有讲 Bobbies， 对好，就有两个罢了了。OK， 不过呢，我站在水分析，水是啥样都有，看到吗？好，就是我站在成分的立场，我就可以有很多组合跑出来，对不对 ？OK， 好，好，这个呢是什么理念来的呢？同学，这个理念就是相应理的意思，以心所作为出发点。明白吗？可以明白吗？医生就是说，主要是水三个都变的。不止嘞，还有就是咖啡粉也可以拿来分析，糖也可以拿来分析，牛奶也可以拿来分析呀、不只是水罢了啊。就是每样东西都有它的。也不一定的，也不一定的，比如说牛奶。Chinese tea 是没有牛奶的嘛，也无所谓。所谓的相应理，意思就是说，你拿它的成分来思考哪一些具备它的成分的啊。所以如果你用水三个都有了，那你用牛奶，哎 ，Chinese tea 就没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茶叶的话，什么没有？咖啡没有了，麦乐也没有了，还有嘞？咖啡师也没有了，只有茶本身有茶叶罢了了，对不对？哦，可以了解吗？这个就是所谓的相应理的意思，就是搞懂了没有？这样子举这个例子。OK， 好 ，OK， 为什么呢？因为呢，是这样的哈，我们讲心所作为出发哈，因为呢，过后啊哈，我们呢有89心，同学， 89心呢就是等于89种饮料来的。好，然后呢我们的心所哈总共有52种，52种就是成分来的。可以理解吗？52种就是52个成分，所以呢待会我们读到这边呢是我们会52个成分每一个每一个去分析它。哦，就好像我们用白开水分析，哦，那几种饮料有糖啊，那几种饮料有，然后呢牛奶那几种饮料有 ,OK, 然后就是淡奶那几种饮料有。我们刚刚用的是很简单，刚刚我们用几个饮料，四种饮料，然后成分几种都是大啊，成分就是水，还有就是糖、奶、淡奶，还有就是咖啡粉、麦乐粉 ，OK, 还有茶叶，意思总共七种哦，所以变成是我们是四个饮料，七种成分。给四种饮料七种成分，那么呢我们所谓相应理就是我们随便拿一个成分
就是白开水，水的话啊，四个都有 ，OK， 茶叶，哎，只有茶有 ，OK， 然后呢，过后呢，就牛奶，和就是果啤 C 有，看到没有？奶的话呢，只有麦洛，还有就果啤有啊，果啤有，那果啤 C 没有啊，不果果啤 C 有，然后呢，果啤没有，我们讲奶的话应该是果啤哦没有哦 ，OK， 可以了解嘛哦，那过后呢？我们是这个丝会变成89种锌，那这七种成分会变成52个成分，那么我们会一个一个去分析它，可以了解得到吗？所以呢，它我们这个就是四个对七个，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丝变成89个，这七个变成52个，这个就是所谓呢相应理的意思了。那么呢？过后呢，就转去色理。色理是什么呢？色理就是直接这四个饮料分析了，茶有什么成分，果啤有什么成分，然后呢，果啤二有什么成分，然后呢，就是麦乐有什么成分，它是四种饮料 ，OK。那么每个饮料都有各个成分，对不对？到了这个色理，我们用89个星，每一个星去分析它里面有什么形式。可以了解吗？如果这个，没关系，没关系，要读到去下面就成了的了。好 ，OK， 好。刚刚我举的例子就是你可以明白就可以了的了。OK， 好。好啊，这个就是相应理跟色理了。所以呢，你就举例子，相应理，你就大概放四个饮料了，这样子 ，OK 好，四个饮料，就你用你的方式来表达了，同学好，所以你看这个边哈，你用你的方式来表达好，因为你如果这边你都没有办法录清，读后面已经。达不了89个配52个，哇，那时你就够混乱了的。但是这一个呢，是阿毗达摩的特色。如果你不学的话，你在别的佛法是学不到的，只有这边它有罢了。所以你就放果啤、麦乐、果啤 C， 还有 Chinese Tea 啊，大概放四个里面有个概念就可以了。通常你不大讲得出来，就是你了解的不够彻底，你了解彻底的话，你可以讲得出来的。咖啡里面有什么东西？麦乐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是色理了。是你只讲那个饮料它有什么成分啊，就是色理咯，先给你的成分里面分出来啊，从成分里面找出有什么饮料有它的，你用这个譬喻就好记得了。就成两个了。好，请慧婷重讲一下我们这个老菩萨，就有点浓茶茶哈、哦，来，你就用这个譬喻来简单说明啊，先讲这里啦，慧婷试看。好，慧总统，刚才师父讲的是，饮料的角度来看，和以那个成分来看，两个角度看。然后呢，相应理的意思是从成分的角度来看，就比喻好像哪一个饮料含有糖，那么从糖就是我就讲有咖啡米露和米露那个 coffee C 都有糖，这个是相应理。如果是从色理的角度来看呢，是从饮料一那个饮料的角度来看，就是比如说
蜜露糖油，那个糖、糖粉、可可粉、牛奶、水等等，这个角度是色比来看，对吗？对，完全正确。同学让我们跟他挥一挥手，鼓励他啊！因为拍掌是太多听不到的，挥一挥手。OK， 这样可以了吗？他再讲一次，明白了啊、哦、？OK， 明白，好好。那我们就去下一个。待会你复述的时候啊，你会不会你复述你就知道了的了啊 ？OK， 好。好来，同学，我们再接下去下面的这个 part， 好好。那就是呢，与心同生亦同灭。好，有请雪丝读一读啊。一同灭，一手以一切心共有之相鉴别他们，与心同生，与心同灭，以心缘取目标，与心拥有同一一处，这四相阐明了心和心所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提一同生，该定义只会误的。与心同时升起的心生和业生设法，业为心所。然而，这些设法并不是全部都与同生的心不灭，而多数时，十七个心是他修观先设法之后才灭，所以把他们除外，举出同灭之相。有两种色法，真表和表，与心同生同灭。然而这两种并不能圆取任何目标，这点区别了色法和明法。心与心所，一切明法都圆取一个目标，而且具身的心与心所必定圆取同一目标，但色法则完全不能圆取任何目标，这即是为何第三项圆取同一目标之后，再有色的欲界和色界，心与心所同一个一处色，以五根之一或心属一处，这是心所的第四项。好，感谢同学先画重点。雪丝的声音呢是断断续续的，它不是断断续续，一下突然会没有，一下突然会有这样的啊，可能是网速的问题啊。这些红色的字统统都有列印出到，对不对啊？啊，你们就把它再做点处理了哈，让它明显化了。好了，同学，我们看一下，就是心与心所的关系哈、啊。首先，第一就是同生和同灭哈、啊。同学，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个具体的观念，就是这个是心，那么这个心是有心所的。第一，一定是同生，它生全部心所跟着生，它灭全部心所跟着灭，这个是没有困难。好、啊，接着下来就统一目标。什么叫统一目标呢？好了，同学，我们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声音 OK， 这声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升起了、啊、那么呢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呢已经稍微有告诉同学啊，阿毗达曼呢是一个讲心路啊，你听到声音之后它是一系列的心升起，然后这一系列的心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OK， 那么其中里面呢它会有造业，然后呢让你决定你的行动的，然后这些业呢累积下来
会决定你来世投生的去向，还有来世会带来怎么样的果报的。OK， 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哈。那么一样的，这边呢每一个都是心，这个心一升起的话，对不对？这些心升起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声音，一个声音，哎，它这个心就升起。所以这个心升起的话，心会以这个声音作为目标。那么他的心所会以什么作为目标呢？也是声音哦，啊，对。所以呢，心是以声音为目标，心所一样，以声音作为目标。所以呢，我们说，于心缘取统一目标。OK， 没问题啊。好，接下来就是拥有统一一处。什么是一处呢？好，一处呢是心所升起的色法，叫做一处。来，我先举例，让你明白一下。好，同学，阿毗达摩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啊。阿毗达摩里面呢，其实啊，我们有一个很奥妙的地方，就是站在阿毗达摩的立场来说哈，我们呢，站在现代的科学来看呢，哈，多数都是认为哈，大脑是很重要，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哦，大脑对不对啊？什么缘故呢？其实人类啊，对大脑的认知啊，主要还是在于中风人士那边发现到的。中风人士啊，一些人中风啊，那么因为中风的人呢，当他中风某一个部位的时候，他不能够讲话。那么呢，他中风某一个部位，他就行动不方便。那他中风某一个部位，他不会讲话，他中风某个部位，那个部分不能够动啊。所以呢，科学家哦和医生就通过这样子的慢慢理解到，哦，原来我们的各官能啊，和大脑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们是这样子来认识。但是当同学你们知道吗？你进到学阿毗达摩的领域啊，很惊讶的我们发现，其实不完全是大脑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而我们很多心升起和它有密切关系的反而是心脏。哦，很奥妙哦。那其实心脏啊，如果你同学仔细去留意看目前的研究报告啊，的确是有人啊通过唤醒之后性格开始改变。有些老人家啊，他的心换掉了一个小孩子的心，让他可以生存。那个小孩子的习惯一部分他会变到像小孩子这样，哦，他会继承之前小孩子的习惯。那么有一些女人呢，哦，她移植了男人呢，她会有一些习惯，因为之前呢捐给她心脏的人呢，比方是说爱吃辣椒，那么她移植心脏之后，她变得爱吃辣椒了，因为她不爱的，哦，然后这样的个案不止一个，你上网去查好一些个案，发现是这样。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呢，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大脑以外，也和心脏是有密切关系的。然后呢，此外呢，原来他们发现到哈，我们人呢哈，有两种磁波的，一个就是电磁波啊，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磁波这样子哈。那发现呢，原来当一个人的心脏分泌出来的磁波，居然是大脑的磁波1000倍哦，1000倍。所以当一个人呢充满爱心的时候，它能量的散发不在大脑，是在心脏。OK， 好，好，师父想放个影片好给大家看了哈。那这个影片是的哈，好了，我先放了哈。你们会可能会看到很慢哈，跟没关系，这样哈。师父给你们有就让你们来看，那么呢只看前面大概几分钟，这样子就好哈。我不把那个影片录下来，因为一录下来哈，YouTube 不给我这个东西 upload 的，因为那个对影片是有版权的，他们很厉害，他们会 detect 到的，一 detect 到，所以我这个东西一包含了所有版权的东西，他就不给我这个录音上 YouTube 的了，这样子哈。好来，我现在就先给大家看一看哈，就是稍微同学稍等一下子哈，给你们看。好，所以同学，我们刚刚啊会很意外的发现哦，哎，原来啊哈。这个所谓的电磁波，刚刚我弄错了，它就是一个是我们是由电磁波跟磁场跟电场两个组成。那么呢，原来我们心脏的电场啊是大脑的100倍，磁场是1000倍来的，5000倍啊，不是1000，是5000倍啊。所以可想而知，就是阿毗达摩里面讲的一处，
就是心脏来的哦。啊，同学们看一下哈、哦，所以你就知道，哎，原来哦，心跟心所啊，是需要依靠到心脏而升起的。同学，你可以写一写啊、哦，这是根据清清道略，他们呢千多年前呢的著作、啊、已经发现了这个地方是心脏来的，那是通过禅修的经验而发现的啊、哦，就是心脏了啊。就简单这样子认知了啊。好，我们看他说啊，这四象啊，阐明了心与心所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提到同生的话，该定义就会错误的把心同时升起的心生和业生设法列为心所。然而这些设法并不是全部都与心同生同灭，而多数为是使这个心是刹那之后才灭。所以呢，为了把它们除外，不举出同灭之相。OK， 同学，关于这边呢，第一有牵涉到业生色，又牵涉到心生色，这大概是在第六章才会提到的。如果现在我讲的话，你只会更乱八糟的。同学，请你在这边放个符号写着第六章，到时候第六章如果读到第六章你还留下来的，我们再回来看你这一个句子哦，我怕可能搞不好第二章你们人影都不见掉了，所以放些第六章啊、哦，半夜的课就可以读到第六章了啊、哦。那慧婷，在这个句子是 bear in mind 啊、你可以做好记号，一到第六章读了回来看才可以明白的。我现在讲第六太复杂了 ，OK 啊、哦，好、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讲同生同灭？它必须要同生同灭一起举。否则的话会困小掉其他的状况。好，过了再者有两种设法，叫身表与表。哦，我再讲一个更乱，也写下第六章。第六章会再提身表跟与表的。好，第六章。就身表与表这个部分，好，第六章再提。好，过后我们再看了哈，他讲了，但设法就完全不能圆取任何目标。同学，我们看一看，这个是醒悟过程，这醒悟过程呢，它都是属于精神状态来的。那这个精神状态会出现呢，都是因为有设法的缘故。同学，你看这里举的是五门心路，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们看到这个荧光路，同学，你看到这个白板对不对？这个白板有光线，都记得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微观的角度啊，去理解一个微观的物理的角度。那么的色法是一个很小的色聚哈、哦，它射到去眼睛而引发这个心路，整个心路的心都以这个色法作为目标，所以呢，这里的五视会变成眼视，然后呢，声音它也跑出心路，然后呢。色声香，等下我们泡杯咖啡会嗅到香味，这个行为也跑出来啊、哦。然后呢，我们呢尝到美味的猫山王，哎，那个舌头、舌根、舌，就是色声香味觉啊，也会产生这个行为过程。然后呢，我们摸到一件很细滑的布啊，也会产生这个过程。所以你看呢、啊，这个精神状态都和色法有关，由色法来。引发它，可以理解吗，同学？有设法可以来引发它。啊，一门不是，五门才是。五门是由设法引发，让它产生。OK， 好、哦，好。我们人除了有精神之外，我们有物质的，同学。我们的物质在哪里啊，各位同学？在哪里？这个不是物质
哎呀，你们都不会回答哈。OK， 精神状态我们 feel 得到。你看啊，现在你在吹冷气，哎，有点凉，这是精神状态，对不对？你觉得凉吗？是受孕嘛，对不对？嗯，同学，想一想今天早餐是什么东西，想到了没有？啊，对 ，OK， 那这个就是也是一门是精神状态嘛，对不对？哦，你吃了什么？那是冷吗？啊，吃粉 ，OK 啊，就跑出来啊，吃了粉 ，OK， 这是状态来的，对不对？精神状态来的 ，OK 好，好，然后过后啊，你觉得刚好像你觉得好像风扇冷这样子啊，你想关掉它啊，这个啊也是你想要去关嘛，这也是一个精神状态，你才说要去关的，对不对？啊，结果呢，你调没有调好，因为这种东西转的又没有转到给我，看到没有？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又说到尾啊，我们都是精神的，那这个物质。啊，你看呢、啊？这个物质有目标吗？同学，你看，表示这个身体这样，这个身体本身呢、啊，哈，它不能够允许任何目标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看呢、啊？比方说哈 ，OK 啊，如果是没有精神的话，哈，你拼命用冷气来吹这个身体啊，如果这个身体是没有精神目标的话，比如说一个人死掉，死了的人就只有身体罢了了，啊，死了的人就只有设法，对不对？同学对吗？对吧？就是法罢了啊。OK， 就是法。好，你拼命用冷气来吹它，它会反应，会有反应的啊。或者是你不断的用给很香的咖啡豆闻，它会有反应吗？没有。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因为设法不允许任何目标。所以同学，你看一下，设法不允许任何目标，看到了没？那来，同学就是这个句子。设法不允许任何目标。OK， 好。但是心跟心所却会可以允许同一个目标。设法不允许任何目标的。好，然后我们再看了哈，最后啊哈，在有色蕴的欲界跟世界里，心与心所拥有同一个一处色，即五根之一或心所一处。同学看一下，他讲啊，在色蕴的欲界跟世界里，同学，我们在欲界，我们有色法吗？在哪里？我们的色法？没，阿弥陀佛，不需那么远的，哎，这个身体就是色法了。OK， 好，好来，那色界，色界天。色界天的众生有色法吗？啊，当然是有，他都讲有了嘛，对不对？好，我是没有看过哈，我听说了哈，有些看过色界天人的人讲，他们色界天的天人看到是团光来的，团光啊，对，然后他们的色法是微细的。为什么叫色界天天人有色法？但是色法很精细的，不像我们这个是很粗糙的。他们是很精细，所以他们有色蕴。那么他们如果、有色法的话，是他们的心跟心所都会依同一个依处色。因为呢，你只要有色法的话，你就可以有依处色。在人类，我们依处色是在心脏，我们有心脏有依处色，这阿毗达摩讲的啊。那么天人有没有心脏？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天人，不过他们有依处色，但他的依处色未必是指。心脏 ，OK， 可以理解，未必是。好，那再多问一个问题，请问无色界天人有没有会不会有心所一处呢？线上线下的同学，对，很聪明，我马上回答是没有，无色嘛，那当然是没了，对不对？好，那进入涅槃的佛陀还有一处色吗？进入无余涅槃了，无余涅槃没有，对。那么有余涅槃，在有余涅槃的阿罗汉跟佛陀有还是没有？有，因为他有个身体在啊，所以只要有个身体在就有。OK 了，你们都答对，表示明白了，这样就可以了。对，如果答不对的话，就可能不明了，对不对？OK 好，好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到去。它的核心52心所，那么第一个 section 是13通一切心所。好来同学，我们现在是要先做一件事情，好来我们看看，先看这些，看这个表。
好，同学，在这个表里面呢，哈，我们看最旁边这边就是心所最基本的归类。第一类是什么呢？第二类是？第三类是？三大类罢了，对不对？好，然后呢，十三通一切心所又分两类，一类是？第二类是？好，那么十四不善心所又分好几类，第一类是？多呢？四成因，然后呢？二有形，一次因，然后二十五枚心所呢又分几类？第一类是同一切美心，第二类是三离共二无量一无实。好啊，请贝多芬把这个帕背下来。那么老菩萨呢，就重复读它三遍到五遍啊，就这个帕关了。开始，好了的，请表态。啊，线上的同学请打字表态哈，你好的话。会停一位好了。
好，玉华两位好了。超 case 也是好了，来同学，我们看更进一步哈。好，那么同学有了那个基本观念之后呢，我们要更进一步先了解，进入了解欺骗一切心。好，欺骗一切心有什么内容呢？请跟师父读一读：触、受、想、思、一境性、明法、命根、作意。好。同学，请把它背下来，背好，可以举手了。那老菩萨就请，就是多读它5遍到10遍呢、啊，这七个啊，背好可以举手了。雪思一位好了，玉华两位好了。好，慧婷三位好了，同学，我们开始进入原文过半了。好，来，同学开始。我们开始先了解通一切心所。那就请就是正微读一读。那我们线下的同学配合他的速度一起阅读。好，来，有请通一切心所正微。通一切心所，能主心所，欺骗一切心所和六杂心所，总称为通一切。直译其名为与其他共有，而以美心来说，不美心是其他。对以不美心来说。则美心是其他者，所两组的13心所是美心与不美心两者共有，而他们的品德则是其他与之共存于一心的心所而定，尤其是与之相应的根后因，在善心里他们即是善，在不善心里他们即是不善，而在无忌心里他们也即是无忌。既以这一点，他们称为与其他共有，在品德上只会变更。好，感谢。来，我先解释这一段。好来，同学，我们看看，就是通一切心所。来，要先可以先画重点先啊。好来，同学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先了解叫做什么叫通一切心所。好好，他讲了哈，守两组心所就是欺骗六杂，叫做通一切。同学看一下，这两组我们用的名称叫做通一切。为什么叫通一切呢？他讲了，通一切是亦其名是与其他共有。OK， 那同学看一下哈。好，我们这里的心是有分两组，一组叫做美心，一组叫做不美心。同学看一下，美心和不美心。同学这里看到美心对不对？好 ，OK， 看一下显卡啊，美心与不美心啊。好，这比较好，
我直接举例子给同学哈。同学有带第一份讲义来吗？有，对不对？好，好，请找出第一个图出来啊。第一个图哈，就是八十九星那个图哈。嗯，好，同学，如果你找不到没关系，直接看白板更快。嗯，好了，同学看一下，那有看到美星吗？有看到美星哈，好，这个呢是属于美星，然后呢，这一个不善星呢，应该就是不美星，对不对？啊，无阴星也是不美星 ，OK 哈。那么呢，与其他共有，就是说呢，美星和不美星共有，然后呢，不美星也和美星共有，简单来讲就是大家都有了，就是这样子罢了，可以了解吗？OK， 好，因为他的词句他讲了哈，有美星跟不美星，他讲与其他共有，这个其他就是相对美星而言，不美星就是其他咯，对不对？同学啊，这个是美星，其他就是指这些咯。那么相对不美星哈，美星就是其他咯啊，所以他说他们大家都通的，所以简单来讲是这些星含量都有是三通一些星，大家共同的，可以了解吗？啊。好，这个就是与其他共有的意思。好，好，过我们再看呢、啊。哈、哦，他讲啊，哈、哦，虽然如此，他们的品德啊，哈、哦，却与他共存一心的心所决定的。好、哦，那就是根或因。那同学看一下啊，像这里八十九星的品德，哈、哦，同学还记得的话，这些美星为什么叫美？因为他们有无贪、无嗔、无痴的三善因。然后这些不善心呢，它都是具备贪、嗔、痴三不善因，可以了解吗？所以呢，意思就是讲了哈，这个心好不好，是由看它跟到谁来做决定的，嗯，可以理解吗？哈、啊，所以呢，只要那个心，为什么我会归类它贪跟心？因为它里面有贪因的关系。为什么这个心会归类为欲界善心？因为它具备无贪因。无嗔因或者无痴因，可以理解吗？所以他的品德是由这个来做决定的。我们举个例子，当我们有四杯饮料茶，我们的 Chinese tea， 如果我把就是说这样子哈，看一下，这样举例子你们会被 confused 掉哈。嗯，那你看呢、啊？茶哈，茶如果加OK。茶如果是说我把麦肉加进里面去，我把冰块加进里面去，那一个会破坏它的味道。对， Chinese tea 加麦肉就破坏了，对不对？但是加冰块不破坏吗？不会，它让它更好，对不对？啊，所以一样的哈，一个心哈，它一掺到不良的分子哈，就好像我们这个心本身一有掺到这个贪因、嗔因、痴因，它就整个变糟糕。就像那个 Chinese tea 一掺到麦肉就变糟蹋了，可以了解了啊。但是它掺到如果是善的无贪无嗔无痴因的话，就像那个茶，我们加些冰块，哎，让它更好喝的 Chinese tea， 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它本身好不好，就看掺到谁来做决定。OK， 好，大概这样子了，来给你们哈。这个例子其实不完全。但是哈、哦，帮忙你们抓一些东西哈、哦。好，来，接着下来哈、哦，我们就开始进入骗一切心啊。好啊，有请慧婷读一读。同学，我们就将就着他一起来读了哈。好，来，一二三，骗一切心。啊，请慧婷读一读了。骗一切心，欺骗一切心，心所是一切心皆有。这些心所执行是之过程中最基本且重要的作用，缺少了他们，心就根本不可能是之目标。源自动词，意为去碰，发
但不应把处理解为只是设法在碰击生根，事实上它是一个心所，通过它心得以接触目标而启动了整个心路过程。对于猪八戒著书所采用的四种错别法，处的特象是接触，作用是创机，既导致目标与是创机，其次是依处与目标集合升起，静音是处是与诸门之境，受是感受及体验目标的心所，并不是指感情，感情是迁移许多不同心所的复杂现象，而是纯粹对某种体验的感受，受可以是乐、苦或舍，受的特象是被感受，作用是体验或享用可喜所缘的可喜之处，现起是令相应明法愉悦，静音是清安，其他心所只是间接地体验目标所缘，但受则直接与完全地体验它。好，感谢。来，同学先画重点。好，来，同学，我们看一看啊，骗一切心，去骗一切心，心所是一切心皆有。同学，一切心就是这里的心，这里总共有多少心？对，89嘛，啊，或者121，这89心里面全部都有这七个心啊，就刚刚你们背的七个呢，全部它都有，所以为什么叫做气？一切心心所，了解吗？全部都有。同学，刚刚那四杯饮料，什么东西全部都有的？对，水就是共同点来的了。所以欺骗一切心所，就像水，所有都具备，了解吗 ？OK， 好好，来，接着下来我们看哈。哎，你们要动脑筋哦，因为呢，我用的譬喻你可以回答得到，这个才难你不倒啊。如果那个譬喻你都答不到啊，哦。你会越读越难，然后越读越不想读了。OK， 来我们看一下哈，啊，你看了他说啊，全部皆有这些心所，它是自行啊最基本且重要的作用，就像这四杯饮料的水分，它是最基本的了，根本不可以缺少它的，对不对？好啊，四个饮料没有水，什么都不成，所以水是最基本的。好，来我们现在开始一样一样了解它们的成分。第一个是叫做触，他讲了哈，通过它得以接触目标而启动整个心路过程。来，同学看一看，就像刚刚了哈，我们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哈，同学看到没有？这个是一门转向心，这里有个触，对不对？好，这里的触扮演什么功能呢？启动整个心路过程。因为呢，当你们一听到声音的时候，这个触本身我们的心就收到这个 message， 触一下就 trigger， 让整个心路过程给它跑出来，这就是触的功能了。好，过我们再继续看了，然后这边还有提到什么东西，他讲了，就是呢，我们用四个鉴别法去理解，首先它特像是接触， OK， 好，就是这种心它是接触，作用是创机，导致目标一事创机。同学，刚刚我们举这个例子，目标是什么？声音。事是什么？事眼耳鼻舌身是哪一个？耳是，对了。好，
它的现起是什么呢？现起就是是一处目标即可升起，耳是有一处有一处还记得吧？刚刚我们讲是心脏 ，OK 好，还有就是目标就是那个声音，三个会集合起来，处会让他们集合起来，静音就是出现于诸门之境。请问这个声音是在什么门？耳门。对了，这就是处心所，可以了解吗？因为基本上哦，你好像不大可以抓得到它的，因为它是精神状态来的啊，而且是有时候啊哦。同学，你们有没有试过？当你喝杯咖啡的时候，是不是？如果是那杯咖啡哈，我再放一些肉桂粉去里边，因为咖啡有些放肉桂粉的嘛，对不对？放肉桂粉的嘛。你们有试过？就是你喝一口咖啡哈，其实你喝的那个感觉是咖啡、奶、奶精、糖跟肉桂粉综合起来的一个东西。你们这个经验，其实你在这个味道一喝哦。你要辨识它，咖啡、奶、糖也是辨识不到的，因为它味道已经综合起来了。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对不对？好，它综合起来也辨识不到它。有时候啊，心所是全部一起综合起来，变成你分辨不到它的，也只是一个大概化的。可以了解得到吗？啊，辨识得到要非常高手才可以说啊，这两杯咖啡。一杯我不放肉桂粉，一杯我放白鹤啊，这个有肉桂粉，这个没有肉桂粉，喝得出是不是高手？高手 ，OK。好，那如果是两杯咖啡哈，一杯我是用就是咖啡豆啊打成粉的，一个是用三合一的，一喝就可以辨别得到，这个是高手了。三合一的咖啡跟咖啡豆的咖啡辨别需要高手来辨别，还是你跟我都可以辨别得到，一下就喝得到。 OK 好，如果这咖啡的水啊，一个呢我是由山泉水泡出来的咖啡，一个是由自来水泡出来的咖啡，要辨别这两个水需要高手，蛮难的，对不对？蛮难的哈，因为辨别咖啡还可以哦，但是水哦也很高手，但是不容易的。如果是这个茶好辨别，对不对？如果是两杯泡出来的茶好辨别嘛，对不对？但是一咖啡它差那么多，你辨别得到是高手。所以同学，这些心所你辨别得到，你必须要高手，因为它要心细到这个程度。所以为什么呢？有些是我们一般都可以辨别得到，就是 Nescafe 就是三合一咖啡还是普通咖啡，很容易辨别，因为有些心所很好辨别的。但是有一些哦，它就是两个不同的水在咖啡里面。辨别得到又很厉害了，对不对先啊？又很厉害啊！你们知道吗？就是要考一个咖啡的那个执照哦，他们叫做杯测，大概要10000块来考啊。所以呢，去参加什么咖啡比赛啊、巴黎斯特那些哦，全部都是要用10000块去考，考到那个执照。那么在咖啡馆里面，你就叫做杯测师。那么杯测师是任何顾客去到和有问题会问这位杯测师。我想要一杯怎么的咖啡，或者这杯咖啡是什么东西调出来的，咖啡师就可以告诉你。因为考这10000块的杯测试，就是要从每个角度哈，从水分，然后呢就是从咖啡的种类，然后咖啡粒本身它是多少%的，然后呢咖啡本身的种类、水的种类，然后水的温度，然后呢糖奶各方面综合起来。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咖啡师，所以同学，你去阿比达吗？就是培训你成为一个咖啡师，不过是心灵的咖啡师，是心理师，所以它更复杂，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同学，你不要太大压力，你大概到哪里就到哪里的啊。如果你喝连三合一啊，跟咖啡豆你都分不清，没有关系，两个喝饱就算了啊。对对对，所以为什么阿比达妈考试哦，不是看你们程度来考的啊，你没有考也无所谓，总之是你来，你愿意学多少就是多少。我课已经开了的了，我也管不到了的了。那么多人上线，线上线下有人，我也不去管他，可以了解吗？好，那现在我们来第二个心所，就是受啊，OK。好，这里的受啊是感受及体验目标，这个不难。同学，感受分为乐受、苦受、舍受。好，同学，你刚从外面很热，一进到来吹到冷气，是什么受？就很觉得很舒服，对不对？就乐受。好，给我们呢，吹过了冷气，一吹到外面很热，什么受？
苦受。好像这里冷气吹关了是什么受？对，这不难理解，对不对啊？这个很好理解哦啊，所以他讲啊，作用就是体验享受可喜之处，然后呢，这个受是直接完全的体验它啊。同学看了哈，那相位先起出四个哈，我有些不画，很难理解的我不画，我画一些比较好理解，需要讲解。而你同学，相位先起出处，你最重要记得到一个两个就够，然后你可以用它来分析你自己。好，来第三就是想，刚刚读了没有？没有哈。好，来有请，就是雪思读，就是想思想跟思了哈。来，一二三。的特象是体会目标的品质，作用是对它做个印记，以便再次被相同的目标时。不知道它是一样的，或者其作用是认出以前已体会的目标。现起是通过以前已领会过的表征分析目标，静音是所出现的目标。它的程序可比喻为木匠通过自己在各种台上所做的记号而认出它的种类。四思。巴利文经是以同义词根，是实现过程的地之心所，如此它称为思。著书对思的解释是，它组织各相应法，以对目标采取行动。其特象是医院的状态，作用是业现已是指。相配合，因是相应法，它就有如一位大弟子，不单只自己背诵功课，确保其他弟子都有背诵。所以，当使对目标作业时，他也指挥相应法各自的任务。知识造业的要因素，为所采取用之善恶定于思。好，感谢。来，同学先画重点。好，同学，想运最好记得呢，就是用两个字标签。标签是最好记的啊。好了，同学举个例子哈。OK， 好，好，有一天就是一样的，我们用回这个例子就好了。好，基本上哈，这一杯东西，我们说它是咖啡，咖啡就是它的标签。这个是 Milo， 那么 Milo 就是它的标签。这个是 Chinese tea。Chinese tea 就是它的标签，我们大人不会搞错的，因为我们呢对这个有经验啊。但是这个标签呢是通过知识里面教育而让它响应产生功能。不过我们可以教，如果是一个小孩子跑来哈，我们跟他讲啊，这个是 Chinese tea 啊，这个是 Milo。通常如果是有人这样子做，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我们讲了，你教坏小孩子，对不对？因为你把他 concept 弄错到完，他标签教错了，对不对？啊，这个还好，善恶就不能够弄错了。啊，我们他一丢垃圾，我们骂他，哎，不对，啊，他就知道哦，丢垃圾不对。然后他垃圾放去垃圾桶，哎，我讲这个对。然后呢，他吐痰，我说，哎，这个不对。然后呢，他把痰呢，好，就是吐到去那个心境，讲啊，这个对，这些就是标签。标签，所以我们通过标签来告诉他，这个是三，这个是二，这个是对，是这个错啊。所以呢，凡是这一些辨识的标签，就是想运的功能啊，这个很好理解啊，想运啊。好，来，什么是思心所呢？同学，思心所是累积也啊。同学看一看，在白板这边是我们讲了，到了一个阶段这里呢，我们会造业，那么其实不是整个心在造业的。同学你想想看，在这里啊，比方说用回刚刚那个
一门转向型的，啊，用回这个哈，啊，一门转向型这样，啊，同学有看到思心所吗？有啊，在这里对不对？啊，是，其实思心所本身它才是累积业的哦，所以阿毗达摩已经去得很精细了。我们讲造业，造业原来哦，业是什么呢？是一个心里面有很多个心所，那么很多个心所里面，其中一个叫做思的，它的功能是累积业，所以真正的造业是在这里造业，可以理解吗，同学？嗯，同学，你可以顺便在旁边就画这个图了啊，你就比较好理解了，这个图可以帮到你连贯东西出来。嗯，同学不用画到那么漂亮啊，这个不是 Lucky 三啊，赶快把它大概弄出来这样啊。你就让你好记哦。师父，我一个问题。可以问。如果是像我们平时说的如理作意，是在这个思心所吗？还是后面还有一个作意心所？啊，是在作意心所，不是在思心所吗？嗯，对。不用名称的嘞，我们只说这是一个标签就 OK 了的了。它名称跟标签有点不大一样。我感到很冷，这个冷也是个标签来的。哦，那个是很热，那个也是标签。那么冷热不见得是名称来的，可以了解吗？标签有几个层次，有时是直接是名称。给，但是有时不是名称来的，可以了解吗？只要是你标签一个东西，就是属于响应的功能就对了。OK， 好，来同学，我们再继续看了哈。好，这个就是思心所了哈。说同学就知道了。同学，你看他思心所，他说啊，他也指挥其他相应法执行各自的任务。同学看到没有？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啊，他讲了哈。这个师本身他也会指导他们每一个 去做他们各自的任务。哦，这个是师的功能。所以第一个是触的话就 trigger 整个心路跑出来。过了受运去感受，然后响运会下标签，然后呢师呢会 trigger， 他会指导他们每一个进行各自的任务，然后他本身也累积业。看到吗？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有机体，全部一起产生功能。综合起来的。好，就是这样哈。然后呢，指导之后他就采取行动，要做什么事情由他自己来决定了。OK， 好。好，我猜你们应该已经受够了，所以我就停在这边让同学进行，不是。